好，欢迎收看华视晨间新闻，我是林伯坚。今天是10月24号，星期六，整体的天气状况如何呢？其实随着台风沙德尔逐渐远离，再加上北方干冷空气南下，水汽是逐渐的减少，所以今天台湾各地基本上是多云为主。那么即便有降雨，也是比较零星。不过要提醒您，今天东北风仍然是偏强，所以台南以北、东半部、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，各个离岛是容易出现8到10级的强阵风，海边活动一定要注意。注意安全。至于温度方面，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各地的低温大概是19到21度。接下来带您看到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。台北、基隆、新北、桃园高温23度，低温19度。苗栗、新竹、台中、彰化高温26度，低温20度。云林、南投、嘉义、台南高温27度，低温20度。屏东、高雄、宜兰、花莲高温29度，低温20度。澎湖、台东、金门、马祖高温26度，低温18度。好，可以看到今天各地的低温大概是介于19到21度之间，所以出门记得要适时的调整衣物。另外要提醒您的是，随着东北风增强，沿海风强浪大，海边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。那么以上这项资讯提供给您。